你颈椎有问题。不是，哪儿我颈椎就有问题？你带手机了吗？随身携带。平时玩吗？嘿，这你算问对人了。我最爱玩手机。这就是病。这是病。走道俩眼发晕，脖子发僵，没事老跟睡落枕似的那么难受，这些现象有没有？还真有。低头族，这就是病。这就是病。病。行行行，那爱玩手机的多了，干嘛？好多低头族呢。按你这意思，怎么都得病了？他们玩就没事，你玩就不行。我怎么不行？你比他们寒碜。这有关系吗？我不说话了，亲爱的朋友，您上眼看，您看这张脸，是不是和正常人不一样？不一样。哪儿不一样啊？没下巴。你看咱这都有过渡啊，你看他这腾搂一下的，这没有啊。不，这不是干嘛？这个我没下巴，这是天生的。天生？天生？可能吗？天生的。你父母有下巴吗？有。你们家邻居有下巴吗？有。连邻居都有下巴，你应该想想你随谁呀。那我那下巴呢？问得好啊！这是因为你长期玩手机导致颈椎变形，所以说脸一点一点开始变短。现在这是没下巴，很快你就没嘴、鼻子呀，很快你没脸了，没脸了，没了。那我怎么办呢？治啊！治怎么治啊？你就来个普通的吧，啊，普通的，你就来个疼痛转移法啊，就来。这我知道，疼痛转移法嘛。说这人胃疼，胃疼就掐虎口，对，目的就是用虎口这疼痛来缓解胃疼。对对 对， 对，疼痛转移法，你就这么治，你就治吧。哦，你那意思我也掐虎口？你别掐虎口啊，你颈椎有毛病。那掐哪儿？掐脖子。掐多长时间呢？哎呦，那得看你什么时候凉透了啊。要这么治，什么烦恼都没了。哎，多新鲜呢！我都掐死了，还有什么烦恼啊？谁说掐死了？你不告我掐脖子吗？掐哪脖子？不这个吗？脚脖子。脚脖子呀？那你不早说这玩意儿呀？这怎么？不是这这办法不行啊！这个你说什么？这办法不行。你看你都知道这办法不行。不行啊！用我的产品吧。什么产品？脚盆。不，您等会儿干嘛？我治颈椎嘛，用脚盆。问得好啊！俗话有一句叫“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”，人往这一站，双脚就是你的根。你的病不从根上治，你能治得好吗？就用脚盆。再者说，我这脚盆不是一般的脚盆啊，那是太极八卦盆。太极八卦，朋友问了，什么叫太极？哪个又叫八卦？太极有八卦，八卦在太极，太极分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才生八卦，八卦又分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休生上度井死惊开，根据不同的时辰脚踩不同的方位，你才能达到阴阳调衡、强身健体的功效。不是，这就能治好？医疗成见效。那多少钱呢？248，248，248，健康幸福带回家。行，248，说半天不花200多，我就买个脚盆。我说让你买了吗？你不说一个脚盆248吗？您是名人，别提名人。对于您赠送，免费的，分文不取。那我要了，拿走，谢谢。名人嘛，真好啊，这个这还是真是送健康啊。